三梅竹，我们是周二的姊妹牌。在今年的姊妹牌里面呢，在已过已经追求过哥罗西书的生命读经，现在我们姊妹牌所追求的是菲律宾生命读经。在这两卷书里呢，你们看见基督是那包罗万有延展父亲的那一位，也在这里面呢，他们以基督在凡上的基督来居首位。姊妹们在这里呢，就抓住这个基督为他们生活经历的秘诀，并在生命上如何长大。感谢主，我很宝贝有这一群姊妹同伴们，我们借着周周固定的聚会，我们就是像希伯来书那边讲，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。那这样的疫情，还有我们每个都是家庭主妇，都非常的忙，但是我们就是要借着坚持自己的聚会，阿们借着分享彼此相顾，互相劝勉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使我们在忙碌的家庭生活中仍然能够对主有享受。感谢主，我是瑞君姊妹。这一年呢，我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忙着帮儿子的便当生意，所以每天都是疲惫的不得了。但是呢，每次来参加姊妹牌的时候，我真是觉得在这里不仅读到主的这个话语的供应，我们一同追求，更重要的是这些姊妹彼此分享，从这个我们信息中得到的这些实际的生活在经历中，实在是让我觉得无比喜乐平安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涵姊妹。在这一次疫情纷乱的时候，然后我很感谢主，让主给予让我接触到了主，然后吃主的话，在灵里感受到主的恩典，然后让我跟孩子一起体会到这个包罗万有的主，然后在我们的属灵里让我觉得很坚强，然后让我感受到主给我的感谢与重生。大家好，我是依婷姐妹。对那个圣经里面经节《帖撒罗尼迦》五章十六节，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在教会生活里，在我们生活里面，难处实在太多了。我觉得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，在姐妹里面，我觉得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。在难处里面，还是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这是主给我最大的一个力量。然后谢谢姐妹们在同心合意的主里实施互相的扶持，喜乐的配搭，操练生活，享受生命长大。我是美月姊妹，我喜欢参加周二的姐妹牌。从这个姐妹牌中，我就听到很多姊妹们他们在分享，我多听，然后多认识神。原来圣经里面的章节可以跟我们平常生活是连结在一起的。有一天我有机会跟我的媳妇一起为小孙女洗澡，我们小孙女是请奶妈带嘛，哎呀，儿子媳妇要上班，那我就跟着一起跟着媳妇一起帮小孙女洗澡。我就看到我媳妇，她很有耐心的，也很喜乐的，在照顾我的小孙女，我就很感动，我就拍拍我媳妇的肩膀，说：“谢谢你那么的细心照顾我的小孙女。妈妈对你的帮助是有限的，但是妈妈每天都为你的小家祷告，求主耶稣把恩典恩赐给你的小家。”然后我媳妇竟然很感动的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那么客气。”我忽然间觉得我们婆媳之间的距离拉近了，我也感谢主说是给我一个平安喜乐的家，也给我一个乖巧的媳妇。在圣经的章节里面有一句话说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万有都互相有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，降卑自己，高举基督。感谢赞美主。感谢主。我是雨山姊妹。我很谢谢有姐妹牌，让我可以跟姐妹们一起来读主的话，是让主的话呢成为我生活的实际来滋养我，是让我看到即使是身在环境中，我们更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显大基督。有主会带领我们，那每个环境我们都可以成为主的恩典。很受姊妹们的鼓励。那姊妹们呢，她们不仅在生活中一起经历基督，我们也一起经历团体的以马内利。我们在此宣告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
唱安家在教会的那个副歌。